沙哦，哦，壁边它直接都蹦就走了，那我也蹦就溺死哇，呜呼，小小红，跳跳不要跳，哦，嘴巴都是鱼啊，吐了一堆鱼，哦，吃那么多鱼肉。
哇，跑掉。哦，真的是哈，机会又留给别人了。可是水温也太高了吧。难怪不会赢啊。最近这几次为什么都在这个地方钓？因为天气热啊。你们也知道，端午节过后，哦，这种天气真的是热爆了。要么钓母光，要么就是钓那个晚上。像我们这种的，没得选哦，能钓桥下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凉啊，有风啊。然后又晒不到太阳了，啊，又有鱼啦，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。然后又可以泡泡水，哦，身体两活两活的，舒服啊。虾搭配小火锅，好黑哦！啊，在哪边？有啊，一堆哦。都要进来的昂啊，红草啊，很多啦。黑叫的昂着，今天咬罐还蛮咬的，虾子用完了，完全不浪费。好，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最后的鱼货，哇，很多很多，这些都是要放生的。